小尾巴都撅起来，小尾巴都撅起来，吃高兴了。小尾巴撅起来。今天队列排的比较整齐呀，小宝贝们真棒啊，整齐划一啊，不许抢。那边右手的两只能不能认真吃奶，睡着了。哎呀，行不行啊，这个哎呀，最左边这位选手，哎呀，找妈妈去了。中间这几位选手厉害，一片混乱，争抢。第一次拿外面来，放在围栏里，这还到处闻呢，是陌生环境，得适应几天，但是也挺兴奋的。狗妈妈不让他们吃奶了，要戒奶，要给他们戒奶了，但是他们都追呀，那狗妈妈就跳舞。